我听见人讲说这妖精应有千倍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往如来方便，把松箍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往怪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当何罪，什么小君子都听。那怪说有些认得我，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。是太阳了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后，直到今日我才明白，一世名锁不住的，一道孤困不住的，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卦象如何，天命便如何。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，未定之事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。好事好事。